星们 OK 了吗？有没有哪一个方向还没有捕捉到的呢？ This is your son， 是你的儿子吗？对，我问那个倪教练，很好吗？来，看，他丢140，说140真的吗？国中我很棒，我看打完了，我说他没有140，没有吗？我想很快，我说147，不要说，就是。心情就是蛮开心的嘛，然后也要感谢一下，就是红人队，就是从国中开始就是接米球团这里，就是很关心我嘛，然后关注我这样子，然后也让我感受到他们对我的用心，然后我才会在就是今天跟他们签约这样子。询问就是潘宏辉学长嘛，他就是建议我说，就是到外面其实不用去害怕，就是他们是因为他们是国外的人这样子。其实他们就是都还蛮好相处的这样，但是球技不要差那么多，然后就是稳定的表现，然后身体就是健康，气就不会差太多的。目标的话就是希望能在5年内上大联盟嘛，然后在5年内之前就是自己的身体状况就是能够平安健康嘛，对吧？然后能够有稳定的出赛表现的。